6月28日，陈法拉、李耀祥、胡杏儿、苗侨伟、周海媚等人出席 TVB 2013隆重巨献记者会，宣传即将播映的电视剧，如《巾帼枭雄之喋血长天》《神探高伦布》及《传爱事务所》等。与李耀祥合作新剧《巾帼枭雄之喋血长天》的胡杏儿表示，剧中饰演间谍，并且会有现文施展美人计的戏份。他还称，开工第二天便要上演哭戏，致使自己情绪有点低落。至于李耀祥表示，剧中也有裸露镜头，现正积极修身减磅操练线条。提及香港发生是父母惨案，身为父亲的李耀祥觉得给小孩开心童年及自由度也很重要。